sun is up, it's a beautiful day. My beginning will be as bright as the sun. Come, won't you come along? And it feels so bright, it's like luck is raining on me. Go and follow your heart, doesn't matter how far. 即刻出发 ，Let's go。准备上机。这有咸味的红油，这饭看起来像罐头一样。到达仁川国际机场。酒店竟配有智能马桶。我们现在从酒店出发去鲁夷岛百货了。从弘大地铁站出来，很大股方叔的味道。来吃酱蟹啦！满满都是蟹黄，开始试吃。冰淇淋般的口感，入口即化。我们去找人生四宫格的拍摄地。结果记者坏了，应该是穿过这个隧道吧，这个银色的隧道。昨天下了一场雨，然后我们错过了，现在只能看别人玩完的雪。哎呦妈呀！出发去江陵，首尔早晨。到达 KTX 首尔站。不是充电口。吗？这个还可挺可爱的，走吧，我们要去吃大拇指毛寒拌饭，到达江陵了。觅食的路上，叫的好大声，现在不叫了。大拇哥，噔噔。好像是说先让我们吃饭，然后再吃这一半边。啊，就是正面了吗？应该这里就是啊，到底。三个紫冰淇淋，这一粒一粒的，果冻脑袋狂喜。有人可以偷看我睡觉这一个房间。然后我们这是海景房，无敌海景房。那铺在那里，干了，去海边喽。走到海边了，这边是落日。海鸭，
看看，我还早点可以，就去吃瀑布冰淇淋了。尝尝。红蟹还是长脚蟹？哇哦！奇怪的斑马线，远处看好像是斑马的形状吧。这酒好可爱，小杯子，还有个盖子，还有一袋子浅酌。首先会夹住你的舌头，然后用冰珠化开，冰球杯，把它倒进去。哇，这个蟹蛋多！前往 BTS 春日车站。虽然没有人行道，我们走在车道上面，已经看到海边了。但是今天的天气麻麻的，又有阳光了。然后 BTS 车站在这里。韩语的海洋 ，please。帕大，阿妞帕大，真的吗？你不要骗我。真的。啊！下去了一会儿，跑到沙滩上，摇不起来。没到。我们又到了大拇指家，今天吃的是生牛肉。我们昨天已经被这个泥寒拌饭里面的蒜狠狠的伤到，今天生牛肉的酱竟然也是蒜。韩牛。一根雪梨。我们有阿拉伯菜可以，他们也是太阳了。狗头。定制化的草莓拿铁还不错，我觉得。出发回首尔看雪。离开家门。站办行李上来之后就是酒店了。今晚住 L7 明洞，这设计好奇怪，开放式洗手间，可惜没有浴缸。但是它有泥的啥泥宝。不要戳泥，我想要浴缸。我们在首尔花园酒店有浴缸，但是没有泡，痛失。然后依然是靠得很近的小床，外面没有下雪，错过了雪，去 SM 旷野。这是 SM 的意思吗？我没看到。GS25便利店对面。哦。是软的，软的，软嘟。来了一家小店，叫好不好吃？好好吃，是春川炒鸡。你觉得好吃的，我都保持怀疑。还有青菜，鸡上了，香喷喷的感觉。春川炒鸡的精华就在于用剩下的酱汁和香油紫菜炒的那一个饭，那叫一个香啊！哎呀，你好，谢谢哦。
吃完饭之后，我们去到了传说中最贵又最好吃的明洞小吃一条街，但是因为太饱了，实在吃不下，所以就逛逛算了。